日前，搜狐娱乐在北京首都机场遇到了深夜抵京的林允。林允当天身穿牛仔外套、黑色紧身裤，面戴黑色口罩，有位助理陪同在身边，看上去十分低调。小编不厚道的想说，离开了 PS 的林允果然没有了照片中的大长腿，五五分的身材暴露无遗，远远看去相当路人。没想到的是，如此低调打扮的林允居然还是被一位男粉丝认出并且索要签名。林允倒是相当亲民，欣然答应。而之后这位粉丝要求与林允合影，但是被身边的助理劝阻，可能是因为林允当天没有化妆。但林允倒是十分热情，答应可以戴着口罩与其自拍，真是好感度 MAX 啊。随后林允便与助理离开了机场大厅，乘车离开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